芬啊，顺芬，你别老在我跟前这么晃悠行不行啊？你晃悠的我头都晕了，沉着一点行不行？我媳妇在里边生孩子呢，我能沉着得了吗？三场产妇家属，哎，有有，你们谁是家属啊？我啊，他那个我是老大，我是老二，那里边生的是老三呢？啊，不是不是，里边生的是他啊？不是不是，哎呀，什么不是不是不是，里边生的是我儿子。啊、什么儿子呀？男孩女孩还不一定呢。是是，你们家属按照这物品清单赶紧准备好，马上就要生了啊！好嘞好嘞好嘞，谢谢啊谢谢护士，儿子儿子儿子。哎，儿子，哎哎，儿子，哎儿子，顺风，一定要是儿子，顺风，加油！吵吵什么呀？怎么产房门前你吵吵什么？儿子，是瞎喊！我跟你说，一定得生儿子呀，大姐夫。为啥呀？万一要生个女儿，生女儿怎么的了？男孩女孩都一样，不一样，怎么能一样呢？今天他来住院的时候啊，我拿着他那个 B 超报告去给他办手续，碰上我一个同学。我那个同学很有经验啊，拿着那个报告看了一眼，然后深情地对我说：“顺风啊，祝贺你要当老丈人了。”你说这是不是女儿？顺风啊，我真得说说你啊，男孩女孩都一样，明白吗？再说了，你那个同学他又不是医生，他能看出什么来呀？我那个同学有经验，他有什么经验？过来，大姐夫，过来。我告诉你啊，顺风，你听我的啊，生女孩挺好的。你看，你生个女孩，我也生个女孩，以后咱俩一起当老丈人。哎，大姐夫，我家的情况你不是不了解。我爸经常跟我说，儿子，咱们家八辈单传呀。什么意思啊？他其实就是想要个孙子。你说万一二米粒今天生个女儿啊？我跟你说，我爸血压高。我今天把降压药都拿来了，我以防万一。顺风啊，沉着，明白吗？沉着，我沉着不了啊。范米粒儿，全家集合来了。俺大小哥，开去。哎，报数。一，嗨。产房，爸，你小点声。是，这么大声。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。哎，我怎么好像听那个七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重新报，不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哎，这怎么能有七呢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呢？七在这儿呢。哎呦我操！不是爸，你咋来了呢？习惯了，小时候一站排就排后头，一站排就排后头。爸啊，来来来。我跟你说，这儿用不上你，我们都在这儿呢啊！你快回家吧。我怎么能回家呢？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，是个重要的日子，咱们老钱家八代单传，我马上要当爷爷抱孙子了，我怎么能回家呢？那不一定啊，还兴许是孙女呢。闭嘴！王小倩，能不能说点好听的？真是，你说女孩不是咋的了？男孩女孩都一样。就是啊，就是啊，你懂啥呀？女孩怎么不好了？我跟你说，你笨想想，这满世界的全是女孩，就你一个男孩，你还愁找对象吗？小米粒儿，你可别骗我啊，没有那么好的事儿。这真是好赖话都听不出来，我这是。你看我这一辈子，我生了仨闺女，你看我们家老大、老三、老二呢。咱不在那屋生孩子，你们太紧张了。哎呀。说这要是真生个女孩、啊、不可能，爸，你放心吧，不可能，啊，来，你降降压。那个钱叔啊，您别激动，要不然您先回家休息一会儿吧。对对对对，回家歇着吧。对对对，你放心吧，全家人都在这儿呢。对，你等着我们胜利的消息。来，这就是。你吃片药。顺风，不能再吃了，再吃你爸就没牙了。我血压高了，我得吃。哎呀，你瞅瞅你们几个老爷们儿，紧张啥呀？有啥了不起的？不就生个孩子吗？你说我这辈生仨孩子，我都没你们这么紧张。对，顺风啊，快给妈一片药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我必须给你们开个会了啊！现在最重要的啊是沉着。对对对，明白不？沉着，马上得把这些东西买了啊，不能耽误。都啥东西？哎，等会儿等会儿，
哦，对了，大夫让买这些东西是吧？啊，爸呀，啊，大夫让买的，你去买吧。好，我去，你去吧。不行，这么多东西，叔这个个头能完成吗？就你歇着啊。这样，我先说一下，首先是爽身粉、宝宝润肤霜、大尿布、小尿布，还有纸尿布，这些可以，可以。我爸去，对我去。不行，叔，这么多东西，您这个个头能完成吗？对，大米啊，哎，小米，哎，你俩辛苦一下，去买一下。行，好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好，哎，你带钱了吗，媳妇儿？好嘞，好嘞，好。下边啊，是大奶瓶、小奶瓶、小勺，还有小饭碗、温度计、脱脂棉、酒精、梳子，还有毛巾。好，这些我爸去。对，我去。不行，叔，这么艰巨的任务，您这个个头能完成吗？这样，那个倩儿啊，到，你辛苦一下，你去吧。啊，妥妥必须，你就放心吧，大姑父。开发票，回头给你钱啊。后边，最后是孩子用的床垫啊、床单啊、枕头，还有毛毯什么的。好。这些我爸去，对我去。不行，这么艰巨的任务，您这个个头能完成吗？对，我去你的吧。不是完成，完成不了这个任务，跟个头有任何关系吗？不是，钱叔啊，是这样，您是一家之长，哎，今天您得在这坐镇指挥，您可不能走啊。啊，是不是？爸，哎，这样辛苦一下您，您去一趟吧。好，我去。哎，老范头。这么重要的任务你能完成好吗？你是我大姑爷给我的任务。哎呀，你头头去，你兜里有钱吗你啊？大姐夫，哎，为啥不让我爸去啊？东西都没了。哎呀，有，怎么没有？爸呀，刚才大夫啊口头还嘱咐了一些任务。嗯，你现在马上去买二两好茶叶，孩子一出生你给孩子沏一杯好茶。哎，那个买个牙刷，买个牙膏，去吧。好。请问，啊，孩子刚下生，连牙都没有，就喝茶刷牙吗？爸呀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二米粒他，我怕说了你受刺激。我能受什么刺激呀？我不相信二米粒能给我生个哪吒呀！啊，生个哪吒也行，我给他配个火箭枪和风火轮，你看。生了，生了，生了，怎么样？男孩母子平安。哎呦，谢谢爸呀，这我就放心了。不是，等等，等会儿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不，等会儿啊，你们家兴奋啥呀？不是你的，是二床生了，你是三床，你老婆还在里边努力呢。哦哦。二床家属，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我是二床的，二床的。啊，行行行，你别紧张，别激动啊。二床啊，是二床。好，那个男孩母子平安，你可以到婴儿室等着看宝宝了。太好了，儿子，儿子，儿子，我当爹了，我有儿子了。哎。哦，生没生啊？生了，别人生了。别，这孩子。二姑父，行，哎，行，东西买回来了。哎，太好。二姑生没？还在努力呢。加油，加油！一定要给我生个小妹妹。小妹妹，什么小妹妹？啊，生个小妹妹。小妹妹，小妹妹，给你生个姐姐。小妹妹，那小小妹妹，儿子必须是儿子。行了，行了，你少说两句行不行？去坐那歇会儿。哎，我回来了。好。哎呀，买回来了，终于凑齐了。来，行行。哎哎。怎么愁眉苦脸的？出啥事了？刚才能不能说点好听的？行了，在这歇会儿，没事啊。顺风，哎，你过来。你不能说这。顺风，干什么玩意儿？有完没完呢？我跟你说啊，顺风，现在这个时候你不能再犹豫了啊！这层窗户纸你必须要捅破。记住，你是个男人，你即将做父亲了。哎，勇敢的跟你爸爸说，生男生女都一样。去，好，冲上去。爸呀，啊，我实话告诉你吧。说，其实你儿媳妇今天生的是个儿子，你说吧，我不敢说。钱叔，哎，我必须得跟您说啊，不管是生男孩还是生女孩都一样，您必须得做好这个思想准备，好不好说？那能一样吗？其实我就想来来来，家属，哎呀，当场家属，哎，大妈。不是不是，大妈，不是那个护士姐姐，什么事儿？恭喜你们顺产，母子平安。哎呀，太好了，真生，真是真生的，真的。能再说一遍吗？啊，我说恭喜啊。不是这句，后边一句。哦，顺产母子平安。哎呀！
儿子呀？是儿子，不会搞错的。你看，你是三床家属吧？我三床家属。你是叫钱顺风吧？我是钱顺风吧？你是？我是钱顺风。是儿子。谢谢。哎呀！妈呀！哎呀！顺风，这我就放心了。哎呀，太幸福了。哎呀，孩子！哎呀，真是的。妈呀！咋的了？不高兴呢？其实你们大家都不知道，我最想要的是一个女孩。啊？不对，顺子，钱顺风说了，你们家八代单传呐。对呀。你就想抱个孙子？可不是。哎呀，亲家，你们老两口子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！你看你们多好啊！啊，生了三个姑娘，两个姑爷上门。啊，就当你们儿子一样一样的给你们买房子，陪你们玩，哄你们乐，多好啊！啊，你像看我生个土小子，好不容易把他养大成人了，还得给他攒钱娶媳妇儿，没能攒的，没能娶的，也就送给你们家了。我闹了半天白玩了。其实跟你们说心里话，我真心的希望钱顺风和艾米丽能生个女孩，我的爷爷就有了贴身小棉袄了。钱叔，看您说的，咱不是一家人吗？以后啊，您就把我当您的小棉袄吧。对对对，就一边去。钱叔，你要觉得这小棉袄不够暖和，我是大棉袄，我给你披上吧。哎，二米出来了，二米，来，我有儿子了。今天啊，是咱们家大喜的日子。对，咱们照一个全家福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张哥啊，你来，你来吧，姐夫，我来帮你们照。麻烦您了啊，谢谢啊。来来，咱一块喊个口号呗。好，好，好，来来，一二三，太乱了，这样吧啊，咱喊齐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来，一二三。欢乐范米粒儿，幸福一家亲。